王爷到。李鸿章叩见王爷。王爷不在府上吗？张文志，奴才在。去把太后老佛爷的懿旨拿来，有人不认我这个王爷。这替身乃陷于王爷危难之时，不可欺尊犯上，贻误大事。贻误大事？哎，这有人呐要杀王爷，证据不是给您送去了吗？哎，您说说，这王爷还不够危难呐？鸿章做事向来以大局为重。哎，这么说，皇上的亲兄弟，朝廷特等专使的性命，是小局了？张文志，奴才在。那电报局子的门朝哪儿开，咱不是不知道吧？人家能拍，咱不行也拍一个。把这个以大局为重的事儿跟老佛爷说说，要不干脆啊揍他一本，叫李中堂去得了。他嘛跟外国人也熟，那拉不断扯不断的呀，兴许啊连替身都不用了。鸿章此次前来正是传达太后的懿旨，不知你敢不敢接旨啊？那有什么不敢？嘿，拿来呀。王爷，臣载沣接旨。上谕，为政之道只在恪守，况知时局艰危，尤应审时克己，不时其机。今命载沣一行早日赴使，使团人员每人赏黄马褂一件，其他出使所需的赠礼也应自筹妥办。钦此。臣载沣遵旨。哎，那上面说什么？让咱们快点动身，可礼品还得自己买。使团其他事宜，太后让我们自己去办。哼，这可真成了牛打天下马坐垫了。他唆使义和团烧教堂杀教民，招来了八国联军，把这作瘪子的事情交给了别人。看着吧，交不出像样的赠品，不等着让人家欺负才怪呢。额娘不必为难，想办法吧。想上哪儿想去？紫禁城里什么值钱的玩意儿没有，八国联军看着呢，敢动吗？就是让咱动咱也不敢呢。就他那脾气，饶着把脸让他做了，还得降你欺君之罪呢。罪不罪的就不说了，现在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七姑，奴才在。去把我那柜子打开，里面有个红木匣子。哎，额娘，不能动您的提起啊。去呀，谁让我落在这王府呢？额娘，哟，当家的，干嘛呢？哟，七姑您来了，来来来来，七姑坐。哎，七姑，我正要找您呢。什么事儿啊？您说这玩意儿不是咱们草民能用得上的呀？您想啊，我们家那一屋子东西呀，都没这值钱，要把这玩意儿搁在我们家门锁上，这不招贼吗？您呐，替我把它交给王爷，
万一能拆对上用场呢，也省得大家犯愁，不是？就你嘴贫。七姑，您还是拿回去吧。自打我们家呀有了这东西以后啊，就跟上了弦儿似的，这没人催呀，就往倒霉地儿跑。何止他们夫妻俩，沾着黄家的边儿，就想沾在弦上了，说不定哪会儿就被射出去。老福晋，光这点东西是不够做脸的，咱们还得想辙呀。是啊，只得找娘家。穷家富路，不能让你们在外边挨憋。你去一趟，替我买这张脸。七姑，谢谢老福晋的信待。慢点，慢点，哎，用上上好了啊，哎，慢点，慢点，好，哎，什么事儿啊？啊，老夫家让我送七姑回娘家府，以往都是小折子去，我这儿问问他这道怎么走。我去，哎，不行，小折子，你怎么能去呢？我是奴才，去不得。如果你的伤口崩开了，这病就治不好了。是啊，是啊，折子，我是不想一个人留在府里。看着大家都出使，把我一个人留下，我不是为别人，我怕洋人害九爷。哎，不行，这你这跨不了车辕子。我可以站着。嗯，哎呀，你这，哎，折子，好小折子，有骨气，七姑帮你上车。来，谢谢您了。哎，你说十九啊，这哪成啊这？哎呀，快走啊！哎，快走！哎哎，折子兄弟，要。你们在这干什么呢？王爷，我们这捉蛐蛐的。哎，王爷，您说这洋人闯进北京城，见什么抢什么，抢走了那么多的金银财宝，他还没见过什么呀？给他找点他没见过的不就得了？虎门啊，县长，咬不能拼了。那好，给。我跟你那走了啊。哎，行啊，伙计，你买我这可不亏，这蛐蛐可厉害。Thank you.
七爷。请去吧。瞧你这身汗，几天没见你，上哪儿去了？额娘，我在天津为王爷出使的事儿在做准备呢。谁让你去的？李鸿章啊。这糟老头到府里来了几次，怎么没提起过？外交机密不可随便泄露。刚从天津来，匹马单枪240里路，没用两个时辰，还在通州闯了他两个洋人的兵营。瞧你这汗。来人呐。在。伺候七爷洗漱更衣。这。我来。七弟，水来了。哎呦，五哥，我怎么能让特使伺候我呢？嗨，什么特使啊，无非是个待人受过的差事。来，七弟，洗把脸吧。我来。洗吧。五哥，这些东西都是为你出国准备的。七弟，这，五哥，我听说你在为出国的事儿筹集礼品，我作为一个大清的臣民，本该跟你一块儿去。可是，我给你带来一些名人的字画，或许能对你有所帮助。七弟，我在天津以马相赠，认识了几个德国的传教士，他们跟我说，德国的威廉2世皇帝生性残傲，脾气暴躁，可唯独喜欢音乐和字画。所以五哥此次到了德国，千万不可就事论事，只能投其所好，必要时不妨显示一下我大清帝国的学识之渊博，文采之练艺，以文抗武。对，不但要带上这些文房四宝，这些画，还可带上本家的戏班、膳房高厨，好让他们知道他们能治得了我一个王爷，却征服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这行吗？怎么不行？这次要不是想到额娘，我还真跟你一块儿去。是凶是吉都没关系，先看看洋人的国土上是什么样子。我常常想，为什么自左宗棠之后，咱们就一直打不过他们。所以我劝五哥不可怯阵，不到万不得已时千万不用那个假的。你是说封其九？对，一是身为王公就得有替君出使的那身气魄，二在这个节骨眼上倒让老百姓替咱卖命也不太光彩啊。七弟放心，我既敢出使，就绝不会给大清丢脸的。啊，五哥，七弟，走，带我去见见那位贾五哥。额娘都跟我说了，这次治德国人呢，还多亏了他呢。是啊，我也没想到，一个普通的百姓。七弟，明天我用另外一种方式让你见他。好。七弟，趁你现在在，咱们到书房，我也画一张骏马图回赠于你。谢五哥。走。好马。来。不是高僧偏西行，怎料妖魔显相生。
如若王孙无归日，泪脱家地尽孝成。再封使出行不可怯，该会阳鬼心待赦。料知短兵不敢接，地在府门守船节。王爷，请莫忘你此次出使的重任。七弟，五哥，五哥，七弟。放这儿，是啊，哎哎哎，对，啊，放这儿，哎是，好，放这儿，好，都下去吧，是。哎，额娘，五哥他们就要走了，你老可别这样送他们呀。思来想去。大清朝的这副家也不该扛在咱们肩上。额娘，你想开点，这个呀说不定啊还是咱中国人开眼界的一个开端呢。开什么眼界？朝廷里出去的还少吗？还不是去归去，拜归拜。哎，额娘，五哥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入席啊？哎，对，哎，把酒都斟满了。大清不得特使醇亲王驾到。在涛代表王府请王爷入席。七弟，先请九爷入座。请九爷入席。七弟，我是你五哥。啊，请九爷入席。七弟，家宴相见当以客人为先，还是先请九爷入座？好，请二位王爷入席。啊，请。哎呀，妾草民风七九失礼了，失礼了。哎，不必客气，请啊，请请。凡是随王爷出行的都请入席坐。张大人，殷大人，请吧。哎，七姑呢？七姑，奴婢在这儿呢。七姑，大总管，请吧。哎呦，主子践行，哪有我们的份儿啊？是啊，我们还是在这伺候着吧。老福晋有命，这次王爷替君出使，大家都是重要的成员，请吧。谢老福晋。谢老福晋，请。还有虎姑娘呢。啊，额娘，这虎姑娘看来得我亲自去请了。别，大能劳王爷大驾，还是我去吧。二位爷，还是我去请吧。啊
老福晋王爷，虎姑娘请来了，坐，请。今儿个，王爷就要乘夜车去天津，从天津奔上海，开始替军出使、为国谢罪的万里之行。虽然去给人家赔罪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可是作为当娘的，还是想借着饯行之宴讨个吉利儿。愿你们去时一路顺风，回时顺风一路。愿你们好去好回，有去有来。愿你们马到成功，完成圣命。来，先干了这杯。来，干！来，来，请，请，请！谢老福晋娘。这第二杯酒，我要特意敬九爷和虎姑娘。谢老福晋，该说这谢字的应该是我们全家。按王府原来的打算，无非想花点银子找个卖命的，没想到二位进府以后没有丝毫的忧虑和悲伤，更没有半点含糊和惧怕，反过来倒是我们前怕狼后怕虎的，生怕防而不成反遭其祸。如果二位进府的这些日子有什么怠慢和不周，请看在我老妇人的面子上，我向二位鼎力相助，深表谢意，也愿二位早去早回。谢老福晋。这第三杯酒，我要敬各位随缘。谢老福晋。慢，香儿，快！哎，老福晋，五爷、七爷，我小折子虽是个奴才，可奴才也有报国之心。王府里谁不知道，伺候王爷都是大总管发话，我小折子顶着。如今王爷出使，如入虎穴，这身前身后，人左人右，都是人家的人。这种时候，不能没有我小折子。老福晋、五爷、七爷，我求求主子们，让我也算一个吧。这还用说啊？当然少不了你小折子了。祖制有规矩，不准太监出府。两宫七寿少带太监了吗？张文志张大总管就不是太监了吗？哎，七弟，小折子刚受过鞭刑。什么？小折子可不能少，要不本家戏班可就少了个角儿呀。哎，折子兄弟啊，可说到点子上了。这王爷出使，那如入虎穴呀。哎，既然入虎穴，那就得有咬死老虎的心。在这儿啊，有主子和奴才之分。可是到了德国呢，他们就把咱们都当作中国人。既然咱是为了中国人少受害去的，那就该去的都去呀。说得好，在洋人面前，他可不管谁是主子，谁是奴才。去，把金疮药拿来。嗨，昨儿个就用上了。折子，入席。谢主子。招商局总办盛宣怀盛大人到。盛宣怀拜见中堂大人。
起来吧。谢中堂。你这是干什么呀？制造局、招商局的同仁知道中堂肩负重任，有恐劳顿过度，给中堂大人带来各种礼品。哎呀，下去吧。是。请。请。特等专使出访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卑职已同时租定英国怡和公司的圣玛利亚号、泰国公司的泰晤士号和招商局收购过来的美国旗厂公司的安平顺风号，都在天津静候，可随时选用其中任何一艘的一等舱的整整一层。哦，什么时候开船呢？圣玛利亚号5月24，泰晤士号5月27，顺风号随时恭候，起锚开航由中堂大人发令。好，就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王爷什么时候动身呢？我在天津为特使包下了专用的饭店。是在租界？不，不能在租界。这就好。七爷还在天津。哎，七爷爱马如命，在天津整天琢磨马，进京放着火车不坐，非要骑马。为此好不容易找了几名随从随行护驾，现在已到了北京。哎，要是老公王六爷在呀，何愁中兴，洋务何患呐？中堂说的极是。那个先前派出去的内阁翻译走了没有啊？一座上汽船走了，现在应该到了荷兰。公使阁下，王府正在准备马车。是的，根据我掌握的情况，招商局总办盛宣怀也已到京，并且他们已经一下子订好了两节去天津的车厢。那他们要动身了是吗？就在今天晚上。那要是这样我们该怎么办呢？不用慌，可以让他们两个一显身手了。这事儿就按您说的办吧。拜见老福晋。你看你们何必如此多礼，七爷快把他们搀起来。二位请坐。不坐了老福晋。王爷，我们马上就要远行了，有件事情还请老福晋和王爷多多包涵。请讲。府里都知道，四爷是为我们两口子死的。我们想在出行之前，再到他坟头，看他老人家一眼，给他上上供，烧烧香。应该。秦老先生，不光为你们死的，也是为王府死的。我们也应该派张文志去烧个纸，以表感激之情。额娘说的对，那就让殷昌带几名护卫随行前往。四爷，为了我你先走了。
可我还要去。万一真要个好歹，咱爷儿俩在地府见。四爷，您放心，就算是有个好歹，我也得把您那份给捞回来。不把他德国皇宫里闹个天翻地覆，就算我白受苦。四爷，我们就要走了，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给你烧纸钱了，您老省着点花。九爷，大管家，狗娘养的，往哪跑？是风纪九，我不是王爷，你为我设局老命，你这是何苦啊？我知道你是风纪九，九爷，我救的就是你九爷。那时候我就无塞保佑你啊，我的了。老管家，老管家，佛珠，佛珠在这儿。身边他会保护你，红姑娘，九爷，你们就要去德国，替我保，我替我保护好王爷，一定替我保。大管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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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管家。
时辰已到，准备启程，请二位放心，我一定要重重发送大总管张文志。谢老福晋。满七姑在。现在你为使团大总管，掌管使团一切内务。这小哲子，奴才在。大清特使赴德使团准备启程。遵命。洪章叩见王爷。叩见叩见王爷。中堂大人免礼。谢王爷，王爷一路辛苦了，洪章恭候多时了。中堂大人，出使之事是否安排妥当？臣已安排妥当，还有些细节需要和王爷商榷。王爷请。咱们得跟上去啊。哎，我是哪位主事啊？我呀，盛宣怀盛总办让轿车子先进饭店后门，各位请跟我后门走吧。嗯，这哪位总盛饭呀？这个您老没听说呀，那可是中国的大财东啊，轮船、矿山、铁工厂都嗨了去了。呵，这合着就让咱们吃剩的呀。哎，九爷客随主便嘛。那好吧，咱还愣着干什么，走吧。是了，您呢？哎，走啊，请跟我来，您请跟我来。哎，走吧。请王爷稍息片刻。一会儿还有几位酒会呢。算了算了，让这破火车颠的难受了我一道。启禀王爷，您多少得用点膳，一会儿还有应酬呢。什么应酬？各国驻天津的领事要为王爷送行啊。哼，不见。臣以为不见反而不好。有什么不好？你看合约尚未签下来，臣恐得罪了他们，影响议和大局呀。请王爷放心，前来送行的只有英美两家，都是主张友好的国家。再说咱包的船还是人家的呢。这王爷还是、既然这样就去吧。好了好了，下面伺候着吧。这王爷不能见他们，没安好心啊。不要见，英美领事馆不会有什么歹意的，他们又何必阻拦王爷出使呢？再说王爷还打算坐他们的船呢。那好，既然要见，那我见。哎，我说王爷，要见也不能您去见呢，得我去。哎，不行。王爷，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再说了咱不是都说好了吗？那对付朝廷归你，对付洋人有我呀。哎，不在就不在。您就让我进去吧，不在您得让我找找我。后门都让他砸开了，非要见虎姑娘不可。你说我上哪儿找虎姑娘去？你说我姓虎，有什么事你说吧。哎呦我的爷爷，我可找着您了，您赶紧上后门瞅瞅去吧。那走吧。哎，对对，您赶快去吧。哎，快去吧您。开门，开门，开门！哎呦，姑娘，原来是你们呢！姑娘，小声点啊！虎爷，坏了，那边下来人了。啊，走，到屋里说去。
好，走走走走，进。